这是2005年湾区华人体育运动会足球比赛 Open 组的冠亚军决赛，时间是2005年8月13号的下午1点。对阵的双方，一个是 Legend， 就是我们湾区活跃的传奇队，另外一方是野鹅 Open 队。场上队员在商量阵容。再看看我们场下的观众。裁判到位，今天裁判看起来都比较精干的。第一脚往禁区里传球，这发球为例，可能是太紧张忘了，这是最基本的动作。对，发球应该这样，很流畅的过头顶。张亮在中场一脚妙传，打门啊！这个好像稍微高了一点。现在球是压在野鹅队的半场。
到时候我们管理那个历史一样。顺着那个断球，现在人口都密集在一个地方。我们全空的。刚才我试跑了，没气啊。吴波要倒地射门，卧射，偏了两分。啊，第二个角球。
连续两个角球。我不知道，我问你，我说我停车还是过了第二，连续第三个角球。他应该有，或者是有杀吧。看后点，好，这是看后点，漂亮。太急了，你们晚上别着急吃饭，等我。三个把球保护出了边线，转身有了。啊，这叫稍微过来。又是一个假球，后点没站人，刚才你报警是长沙的 people， 这哪里啊，这
在上面。他们上去了，他们上去了，上来，干了，这就叫敲得好。刚刚是你坏人。你呀、啊，你叫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保90号，90号吗？92号，你上来以后就差不多接了6个球。不够人，哎，你妈，那个不够人。
对，你看他到他不是他是住着王永红那儿的吗？让王永红，你看王永红给他报名了，因为我找另外一个人，就发现是王永红已经给他报了，又是一个角球。对，所以就不够了。十二号下。对，角球都没有充分利用上。当天我一会儿我过去看看。好，不错，你不来啊？对方都立即在禁区里边。哎呀！好球，好球！好，再见。快！明白。上！马丁，赶紧上吧！这么好的趋势都这么不进球，就是多好的当时的趋势，压着他打。好好打，马丁，马丁，等着等着，等着队友球再换，球时候再换。好好弄几脚，这远射几个马丁。不是你这么好的趋势，怎么不进球啊？对，上，这球队现在都等会儿，听着，跟你这换人到这儿来，准备好，换人得跟领导说，领导说啊，跟领导说，领导的。瞎子这总教练在这儿呢，我操，尊重人家，高兴。主席，大会主席这是主席，对，领导嘛，对，领导呗，各级干部，好。小心点啊，石球！还让你一个！哦，马亮来了！哎呦，这小守门员个儿不高，挺灵。这球太高了，空中时间长。给包！给马亮！好球！啊，这个桑比在靠前，桑比在靠前。别急。好的，马丁拿球。没有人，没人，慢一点。上去了。好球。这成绩不错。马丁好球。好球，传多好啊！这右边。他早点冲起来就好。走了，接上，接上，快点！好球，哎，别顶了，拉上来呀！好球，给慢点，给慢点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啊！啊，这就越位了，这么快速度。守门员看你了，马丁那队儿的开场三十分钟了，没有摸球，这下面都睡了。好球！哎呀，这六号真是，六号他妈就是瞎跑。不用跑，几脚球。你说马丁什么队的？天津队，职业队，是吧？哇！对，他脚法确实不一样。就是他们太胖，大肉头，细身肉。
的话，绝对能。哎，端的漂亮。红吧红吧，罚下！他恶劣啊！哪有这么踢球的？到那边去败坏出去！我操！膝盖顶了一下是吧？踢死了！这个球我操！有一比一，不是比赛。对，可能膝盖顶了一下，刚好。上来刚好往那边发力，结果给了一张黄牌。脚也踢坏了，都是那钉子鞋，你像这样的。他叫那一声萨格曼的都听见了。哈哈。好，这是一个距离比较远的任意球。就怕这年轻力壮，也许他现在脚一出去没跑，是不是？小黄在发。直接出了底线。好球，好球！给慢儿点，给慢儿点，漂亮！哎呀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！哎，待会儿，现在不着火，现在。待会儿。影响你了吧？啊，稍微有点，对。啊，现在没事，安全。Stop 了，都你没听到啊？二的 ，Stop 了。不是吧？这球都任意球，这不是吧？农夫山泉有点强。这挺近的。这球马林，罗振华是进攻。怎么样？啊，现在0-0。要不你来帮我操作吧，你先坐会儿。坐。我累了，我站着累了，不看我呀，我站着。那谁？这么高，那我谁呀？先走他那个左前，左后，往前压脚。这是他们难得的几次攻到我们的前场。那既然是你们也压着他们打。哇操！他挡住了，架势不错。
我们是往那边过嘛，排队。刚才犯规了。没事，你走吧，走吧。看着紫色衣服的，脸没上是吧？没有。今天我们人很多。对呀、啊。孟林霞，孟林霞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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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反击的机会来了，拉稳球，拉稳球，反击，反击，拉稳，拉稳，拉稳，给粘了，给粘了。不要过啊！没事，这就走，再抢步。过过过！好球！啊，好，完了。好球！好球啊！加油！好。对，但是没太阳啊，这个很好，太阳不大。太阳还好。哎呦！这是这个地的那个小木的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要算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有的时候就没有说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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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现在换吗？打稳就是，这球大家都不快，打稳就是。他们后面可以，后面的怎么样？前面的怎么样？这第几场嘛？这最后一场决赛啊，哎、上半场。这是给哪儿了？这里两个球对不对？对啊对，决赛不就两个球吗？走！你来试一下吧，来试一试，你看不看得清？看不清，把你摇下来一点。摇下来。好。二十三号。上面一圈换的。我上来下。啊，加分。我要放。OK 啦，对，刚才我可能手太高了，就这样子。手都是不累啊？不是累，主要是那个人就小。人小。行，就这样，把手握着点，跟他球。如果你觉得那个跟球太那个太困难，你就把再缩小一点跟球就好了。对，他就是低的，但是好了，没必要那么大。低的。好球！现在1:52，还有13分钟。
no no no， 快踢快踢，趁乱进一个。撒个馒头就进去了。Marling， 不会惹，不会惹。好球！哎呀，哎呀！让你，让你闭上了，行。我下还有一个，那个放倒。还有一个，是吧？别理。好，兄弟，我缺人啊，你要不要来？给你借一副点吧。没人，别急，别急，给马亮，马亮，上看，上看，就是，不是，哎呦，快快快，马亮，停，好球，什么？这人哪去这个马里这队看你挺厉害的，明显的就是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！到脚就交吧，交。走一脚，走一脚，走一脚。啊，没关系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这边。没事，不带上过去吧。跑起来了！分球，分球，分球！关刀！呀！怎么那么险？感觉那他妈，感觉那肚子都快掉地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，我现在两分钱，我现在三分钱。我们教练真是过来了。就这。下午就下午就三十。三十。我天！我天！啊！
哎呀，耽误了两个人。好，什么鞋？走走走，回车。好啊。再给他，再给他，再给他，拉开边儿。好，好球。大概20号，你稍稍冲击一下。稳着点，没人，稳着点。啊，走那对。啊！好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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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女朋友之后不一样了，对，因为抢点儿，像个人铲的，放倒也。你们怎么一会儿都下来了？人球可以过，人过不去。小心，好大的人，今天进了一个球，有点不是让人家让球过，人过球那什么了，把衣服穿上。没衣服，把枪交给劲儿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上礼拜去那个 Angel Island， 结果晚上打牌打到三点钟感冒了。不得要20块，对，28块。昨天那个炸开来了，炸开你认识吧？我知道，胖胖的啊，他过来面试。他在哪儿？他现在还没毕业吗？对，面试昨天晚上11点的飞机回去了。我告诉他有体育运动会，他说他想不回去了，把那个飞机票要多掏300块钱。人家报销了，你买那个人家。